係能夠得到更加多嘅資料嘅，咁但係好可惜咧，今日咧，阿潘哥早在尋日，當尤其是阿莫乃光議員咧，就想去呢一個同秘書處先了解，可唔可以喺18號入口頭質詢咧，係問關於一地兩檢嘅資料嘅時候咧，佢得到嘅答案咧就係話唔可以，因為根據議事規則咧，好大機會咧係連主席都即係會係有機會咧係會被否決嘅。咁個詳細嘅情況咧，我先交俾阿莫乃光去講一講先。就因為頭先好似阿陳淑莊講咧，我同埋尹兆堅就係抽到喺呢一個會議入邊咧18號嘅會議嘅口頭質詢嘅位，咁咧我哋兩個都係覺得咧喺一地兩檢嘅事入邊咧，之前咧其實政府有太多嘅問題咧係冇提供到答案嘅，咁於是咧我哋都好想就住呢一個咁重要嘅問題。在新一屆的第一次的口頭質詢的機會呢，就是進一步去質詢政府，得到一些希望得到一些答案。但是呢，正正就是因為昨天上午呢，林鄭月娥特首已經是說呢，她是要提出在25號提出這個的無約束力的動議，就是根據議事規則呢，這個秘書處就告訴我們，好大機會咧，主席咧係會因為咁樣樣咧，就係唔俾我哋提出呢條問題。咁當然啦，如果佢唔俾我哋提出呢條問題，問題我哋又已經入咗嘅話咧，其實就代表咧，我哋可能咧應該咧就會係連嗰個口頭質詢嘅機會都冇埋嘅。咁呢個當然令我哋即係非常之難做啦，咁辛苦去抽到一條問題，我哋當然要希望就一個即係利用到呢一個機會，而唔係將佢喪失咗。但是呢我哋亦都有一個令我哋難免係冇一個嘅懷疑，就係覺得呢政府喺嗰個時間上面呢係25號入一條咁嘅入一個咁嘅呢一個無約束力嘅動議呢，其實呢有一個嘅副作用，亦都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就係令到我哋呢連喺呢一個佢哋嘗試去通過呢一個可能製造假民意的一個的動議之前呢，想在政府那裡拿多一些問題的答案呢，這個機會呢都是沒有的。那這個呢是我們覺得呢，無論政府是有心還是無意都好呢，這個是對市民的利益是有極大的影響的，是會令到我們呢當政府是很可能在25號這一條動議他們建制派人多勢眾情況之下已經是通過了之後呢，跟著呢可能政府又說你再問咧，喺其他嘅場合度，不論係口頭質詢或者係喺呢一啲嘅事務委員會入邊再問咧，佢都話：你哋立法會已經通過咗支持㗎啦，我唔使答啦。嗱，呢一個咧，我係好擔心咧，係政府會利用呢一個嘅情況，同埋佢哋提出咁早，就係好明顯喺佢一個真正嘅議案係即係正式嘅有約束力嘅議案，佢自己未搞得掂之前咧，就係入一條咁嘅無約束力的議案呢，來令到我們將來向政府要求拿一些問題的答案呢是更加困難的，這個是我們的最大擔心。所以在這裡今天我們一定要出來呢，就是提出即是政府這樣做，還有如果主席是真的決定是不給我們在這一些的在這個時間呢是提出這些口頭質詢的話呢，其實呢是對市民的知情權有很大很大的傷害的。我補充一兩點，剛才莫乃光同阿陳少昌講咗嗰個事件嘅背景啦，咁我自己都係同意咧，今次嘅做法是一個好壞嘅操作嘅先例嚟嘅。尤其是咧，我哋到剛才落嚟之前咧，都仲 check 緊到底係咪已經收文件。咁我哋係無從稽考到底政府係交文件未。當然咧，可能有啲口頭嘅講法話，可能政府已經入咗文件，但係點都好咧，喺成個操作上咧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如果日後有一啲咁嘅爭議性嘅議題，議員希望透過議會係爭取更多嘅資料，包括事實上大家見到過去嗰幾個月以嚟，有個半年以嚟，政府喺呢方面係交代唔到具體嘅數字。小至我哋問到福田站呢個決定點解最終係唔做，到底如果喺福田做要用多幾多分鐘時間啊？陳帆都冇膽量答過我哋嘅喎，一地兩檢關注組一路追問都冇人答過嘅喎。咁我覺得呢啲我哋有需要咧，喺政府所謂攞一個口頭嘅意見，唔係一個動議，去作為一個民意之前咧，我哋有需要澄清啲資料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見到林鄭嘅做法就係，即係唔好聽咁講嘅，牙咗個位，食咗個位。總之我嚟緊會講啦，出口術。
咁係咪以後任何官員出咗口述話佢會擺上嚟有個議案要傾，立法會議員就所有題目都唔俾去問，俾佢 hold 住咗個題目呢？咁今次似乎有啲咁嘅狀態，喺我哋提出嘅時候呢，我哋睇唔到政府係經入咗文件嘅，喺我哋嘅資料上。咁係咪以後我哋呢個操作如果成事嘅話呢，我覺得呢行政機關呢好可能就以後出呢一招呢，就封殺咗議會嘅討論空間以及呢市民嘅知情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好差先例同埋一個議會嘅操作方式啦。咁我交返俾陳生總結。我想大家都應該看得很清楚，在今次一地兩檢方案，你看到政府是非常之霸王，也是硬板一塊。我們嘗試希望可以開公聽會，也我相信是議員的責任。而在上次8月8日三個事務委員會的聯合的小組那裡，其實議員是多番要求是開公聽會。8月8日之後終於是去到9月了，那就秘書處就出了一個文件，就是全月，那希望大家表示是支不支持開會的。那但是呢到最後呢，也都是因為大部分的議員是不支持，在現在的立法會的格局之下咁就遭到否決，咁所以咧，你大家考慮到咧，就係我哋連真係公聽會嘅機會都冇，跟住去到啦立法會議員希望喺政府提出嘅無約束力嘅嗰個議案之前，可以問多少少問題，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嘅話咧，我哋其實咁耐咧，議會議員咧能夠收到嘅文件咧，最主要都係嗰陣時特別內委會8月3號嗰日交到嗰一份嘅文件嘅啫。之後呢可以話係即係少之又少，有陣時要睇報紙，有陣時我哋問都冇。咁你諗下，跟住問條口頭質詢，希望了解多啲。其實講緊係好正式嘅嘢嚟嘅，亦都係好合理嘅嘢嚟嘅。大家諗下，11月就已經要簽呢個合作協議，我哋10月尾喺表決之前，如果我哋嘅問題係問關於合作協議嘅範疇咧，我先唔好講話細節添啦，但我哋都完全唔知道，咁我哋又點樣可以俾個授權佢呢？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部分咧，雖然可能喺即係如果喺琴日林鄭所講嘅嗰個無約束力嘅嗰個議案裏邊動議裏邊咧，係好似唔包含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喎，呢一樣嘢簽咗約嘅就係事實，而且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嗰陣時嘅呢一個深圳灣模式咧，喺深圳灣討論嘅時候咧，當然係嚟到本地立法定係之前咧，其實咧都有交代嗰個範疇，但係當時係唔同。當時咧，因為係之前咧，因為政府要俾咗好多錢啊，又要去收地啊，又去平整啊等等，所以咧都有部分嘅交代。但係今次咧已經11月要簽約啦，我哋連問嘅機會都冇。咁跟住當然咧有建制派咧，今日我都聽到咧就話：哦，咁你有咩問嘅？你咪喺立法會動議嗰陣時，即係無約束力動議嗰陣時問咯。大家心照㗎啦，你有你講，我有我講，講完之後我答你幾多，我控制範圍之內，根本真係連去到內委會嗰種互相質詢嘅機會都冇。咁呢啲算係乜嘢咧？講緊嘅即係一條兩條，講緊只不過係40分鐘嘅啫。但係政府都害怕提供資料，都害怕回應議員嘅問題。咁呢個係咩政府呢？即係當阿林鄭仲假惺惺話：，我哋要增加嚟到立法會面俾議員質詢嘅半個鐘頭時間，即係呢啲即係連一個正式嘅口頭質詢佢都唔願意交出，唔願意又俾資料我哋，我哋真係覺得好失望。咁即係我哋要再重複一次咧，我哋而家見到我哋因為再落嚟先再 confirm， 我哋係冇收過任何立法會秘書處嘅通知，話已經收到政府嘅議案，或者我讀一讀條相關嘅議事規則，話即係主席好大機會咧，話會有機會即係話批准佢哋嗰兩條嘅問題啦。立法會第24條的3，個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根據本議事規則第24(2) 條質詢預告作出預告的質詢或其中某部分的主題與下述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就是有些什麼下面的下述事宜呢，就是在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議案或法案中提出的事宜，立法會主席可指示通知有關議員該質詢 或質詢的有關部分是不符合規程的。那個意思就是什麼呢？就始終呢就要看時間，就要看回究竟之前是不是已經有人或者有誰作出了質詢，
咪作出咗預告，而呢個時間咧係比議員要提質詢嘅更早，咁即係其實有一種意味住好似係鬥快。咁點解頭先我哋係多番即係強調咧？我哋咧係睇唔到而家嗰個已經政府入咗問題嘅情況嘅，咁所以即係佢個議案嘅情況字眼，我哋仍然未有。我補充一點，就依、個預告呢一度咧，在另一項較早前已作出。預告會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首先呢就其實那個會議呢未必是同一個立法會的。當然可以在某次在即係預告了在某次立法會，即係佢都有講即係之後的一些立法會。但係個問題就係嗰預告其實是哪個預告？咁我諗我都係即係我哋都會翻去揾一啲法律的同事咧去睇睇呢一個問題，究竟個預告是講？行政長官預告啊，定係立法會嘅預告？因為咧，我哋作為議員咧，係未收到一個正式嘅預告。預告呢個自我嘅理解咧，係應該咧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嘅。我哋收到份文件，嗰、那個咧就係、一個嘅正式嘅預告，就係話嚟緊我哋嘅議程係會有啲乜嘢啊等等。咁我哋好明顯係未收到一個咁嘅預告，就係、嚟自立法會秘書處或者主席。是話有一個預告，就是有邊局邊一條嘅議案是政府或者邊一個人會提出的，咁我會對呢一點喺一個呢、這個解讀入邊有一個質疑。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睇翻即係同法嘅人士，我哋要 check 一 check 睇下呢一個嘅意義係乜。但我個人就覺得，似乎應該係行政長官嘅預告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呢、这、一個嘅條文入邊包括嘅，否則咧可以係任何一個議員話，我會嚟緊諗住都會提出乜嘢嘅冇約束力嘅動議嚇，咁、就唔俾阿尹兆堅去提一條嘅口頭質詢，咁都可以發生噶咯喎，就唔需要行政長官添噃，咁因為呢個嘅影響係會好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係有限嘅，嗰、那個預告係真係講立法會提出嘅預告嘅，咁好明顯我哋係未收到嗰個。唔係，依個正正係我正話講嗰點嗰個擔心啊！即係以後行政當局可以打開後排啊，甚至乎嗰預告冇時限嘅話，總之有今個立法年度量，我哋一定會提出㗎啦咁樣，係咪可以咁咧？咁如果用今次嗰個 practice 咧個做法嚟講咧，似乎就好闊嘅喎，因為佢講咗一段時間，咁跟住咧我哋又未收到正式文件，佢當已經係就已經集咗落咗集啦，咁即係生人怕死地喎以後。咁就唔使傾過咩都，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嘅。當然佢剛才兩位喺法律上嘅觀點都補充咗，我又唔多講。但就算喺議會嘅操作上，咁係一個大漏洞嚟嘅。如果以後要今次俾佢開呢個例，我相信行政當局以後就正啦，咩都啊知道陳淑莊講環保啊，好啦，我就會有個預告，我一定會講嘅，拎上嚟傾嘅咁樣。咁我剛講 IT 啊，得啦，我哋預告我哋會嚟緊咧關注你呢樣嘢啦。咁我覺得。議會冇咗功能啊！老實講，我哋香港議會嘅功能已經俾佢即係得到七七八八嘅啦，啊人數亦都係少嘅啦。喺咁嘅狀況之中，你仲夾硬嚟，你都唔驚過唔到啦。所以點講，你俾人問一下，向公眾有個交代，點解都唔做得呢？咁我覺得真係去到一個逾越咗一個合理嘅底線。嗯 ，OK， 好。有冇問題？咁問翻咧，即係你會唔會之後會約同立法會主席講翻呢件事啦？同埋就係而家條 Q 如果真係被即係取消咗嘅話。咁其實係唔可以改到 Q 有冇咁嘅足夠時間去做？呢、這個我理解咧就係、秘書處同我嘅辦事處講咧，就係、可以俾我哋星期五去提出最後嘅問題嘅。咁我嘅理解好可能咧，我哋就可能只有一次機會，我要決定換問題定係照入翻一條有關一地兩檢嘅問題，然後睇下主席嗰個到時個裁決係點樣樣。咁我有可能，如果我係入翻一地兩檢嘅問題咧，主席裁決又係話唔俾嘅話咧，我可能會喪失咗呢一個咁珍貴嘅排隊問問題嘅機會。咁呢個我係未作最後決定嘅。咁但係我都希望主席即係都要諗清楚，即係呢個情況嗰個影響，同埋特別係一地兩檢呢個問題嗰個嘅重要性。咁佢都希望佢可以作出一個即係合理嘅決定。咁至於我哋會唔會約見佢咧？呢、這個我哋一陣仲會再傾一傾，我哋再決定會唔會約見佢。但係如果係嘅話咧，嗰、那個時間咧都會係好短嘅，可能就係講聽日放假星期五就一定要去傾呢個問題。好，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
想再問多少少就係咧，即係而家一地兩檢呢個決議案即係擺上台啦。咁但係嚟緊施政報告林鄭嚟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抗議嘅行動？或者嚟緊25號之後拉布嘅點樣處理咧？你哋？第一咧就嗰、那個唔係決議案啦，因為嗰個咧係冇法律效力嘅。咁嗰個只不過咧係一個冇法律效力嘅議案，而決議案就真係有法律效力嘅。所以咧同之前嘅坊間傳出嘅信息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亦都睇翻個三步走咧，唔會再見到有決議案呢一樣嘢㗎啦。而而家嚟緊嘅呢一個叫無約束力嘅議案咧，以應該叫無約束力嘅動議咧，已經變成咗呢個三步走嘅起步禮。呢一樣嘢咧，只不過係令到咧林鄭咧可以之後咧可以叫做為所欲為，因為佢已經即係懶係好似攞到立法會嘅授權啦。而另外咧，跟住落嚟你話會做啲咩咧？其實咧如果你有留意到嘅，我哋嘅理解咧係因為對上嗰次用呢一個無約束力，即係政府用呢一個同樣個方法係去到2002年㗎啦。咁咧，我哋嘅理解咧係基本上咧用呢個方法已經幫你裁咗布㗎啦，你唔使拉㗎。咁咧，只要咧就你話想撳鐘啊、響鐘嘅話，如果建制派乖乖地坐曬喺度嘅話咧，我你裁曬布噶啦，我當你每人15分鐘嘅話，就算你加埋修訂咧，每人只可以發言一次嘅啫。咁所以咧，布啊冇得你拉，又唔使剪，慳水慳力裁埋噶啦，你可以用啦，咁就掂噶啦。至於我哋就住呢一件事有啲咩行動咧？民主派會議都會在我哋下一次星期五嗰時最後嗰時咧會傾嘅。咁而家我哋有啲咩即係喺第一次嘅會議，包括呢一個施政報告宣讀嘅時候有咩嘅做法咧？這個而家答唔到。咁但係我哋會傾嘅。其實尹兆堅同埋麥乃光各自都有一次口頭質詢嘅機會啦。其實你哋兩個會唔會考慮一下協調其中一個引入關於一地兩檢嘅問題？咁如果唔係剩低嗰個，都仲可以問翻原本新聞嘅，即係會唔會考慮呢個合作？我哋星期五再傾下我哋策略點做啦。咁就當然啦，就剛才麥乃光講咗啦，即係有個可能性就係如果我哋硬去咧，主席亦都慣例啦，大家見到主席手起刀落，佢運用議事規則。同埋入邊嘅所有嘅權力，以至灰色地帶咧，佢用到盡嘅，係咪？咁大家都領教過嘅，主席係點樣去到裁決嘅？咁我哋都擔心咧，即係會唔會出現咗情況？我哋固然想問啦，但係最終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咧，咁樣。咁呢個我哋係需要聰明地去處理。咁我哋星期五個會再傾一傾。咁我哋唔排除其他可能性。咁始終我哋抽中兩條啦。咁球都仲喺我哋手嘅。個問題係個網。